恋谁人知？人生路苦梦了解，情字难写，有影难听。坎坷人生路，犹原爱行。有代志必单独甲我讲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对啊，杨丽啊，明仔日你甲白云，唔免走一撮爸爸，去嘛是白走。为什么啊？现母心中无伫咧木白的草厝。阿爹，想做怎样？杨丽啊，阿爹嘛看到一首诗，才参悟出来。阿爹无直接甲你讲。想阿爹要查明一件代志，是。班长，刘丽，是你啊！阿爹先得慌慌公公走出去，咱回去看麦。班长。天教授啊，哎呀，阿爹，白云啊，红木，啊，红木白云，阿小姐，高冰师傅，啊，恁阿在这，阮拄仔要去天都学堂找恁嘞，阮拄仔嘛是为学堂出来啊，想看到细白雄雄公公走出来，所以我才会对出来看麦。哪里流血嘞？我唔知影。师傅，你看，今日都是天狗喜欢的。天狗喜欢，唔知甲这个代志有啥物关系无？啊，对了，恁设备位倒去啊？那边。赶紧来。就是这吧。李相。咱是龙飞，不是赵君阳。哇！叶秀，你跟走。嗨！跟你跟走，你听。锁定引开灯啊！
兄弟，救人去！罗刹帝，兄弟，阿爹，谢你，龙弟，弟子来问功。我得救龙儿。阿爹，龙爷，阿爷，系啊，等慢来一看我。阿爹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阿爷困在罗刹殿中。罗刹殿？摸唔着，伊嘛天高神远，我早应该想到。师傅，什么是罗刹殿啊？罗刹殿。就是用天教习惯以后第一道的光，照在救命石顶头，才阁反射对五行方位的图像，使你困在殿中的人无法度脱逃。困在殿中的人会全身筋脉直转，血会倒流，直冲百会、丹中、甲丹田三个所在，最后身体暴跌而亡。是甚么人这么浪荡，布下罗刹殿遐尔阴冻的阵呢？玉辉，我要帮助你逼回丹中丹田山迄度，然后给李玉辉留留你的心的。龙儿，你确定呢？阿爹一定想办法救你。西北，国民师傅，敢有啥物办法会当把刘兄救出来？要破罗刹殿，需要五名绝顶的高手。同时将五行方位五粒石头击破，啊，若无，只有咱殿中的人死去，殿法才会停。师傅，你才拄好五个人啊？阿秀啊，师傅才讲哦，你是好意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你家乡家菜刀用家刀哦，你也别武功啊。你有听赵军长在讲哦，爱五名绝顶的高手呢。你感觉你敢有够绝顶？那恁这边是要安怎？阿弥陀佛，我做给恁加持。唔免，我没有你加持。爱啦爱啦爱加持啦，安尼我好唔做，因都会做无人。高兵，因三位相，那因三位哦，就是白铁怪所修复的三位麒麟，也就是诶守护龙王洞的贪嗔痴三魔啦。因的功夫哦，确实有够绝顶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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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阿弟，破罗刹殿啊！哎，对吼，哎，既然安尼吼，咱各人找一个方位来破这罗刹殿。好啊，来。来。现在气势真强，伊全身的金脉倒转，血脉逆转，老实讲，若不关心伊滴，恐惊活袂过三工。龙儿，你放心，阿爹一定会救你。哎，免着急啦，看主人这个状况吼，不是普通台湾会当医治的啦，不如何安哦，甲主人吼带登龙元洞啦。我唔对啦，我会利用龙元洞甲龙脉完全的力气，配合阮三魔的神功来医治主人。安尼主人体内翻转的气脉，甲烈香火焰，就应该要救回来啦。对啦，你哦，讲话唔遐大声啦。啊，搁有阮三个吼，会好好啊照顾龙辉主人你啦，因为你吼足缘投的呢。我会去照顾龙辉兄。
袂用的，我要跟阿兄做伙去，我要照顾阿兄。哎呦，啊梁元东也毋是客栈，恁大家拢要去。洪母啊，迄梁飞吼是贪心痴心三个主人，伊一定好好甲照顾，吼。师傅，梁飞甲白云因本来要去找贤夫心中，啊，即摆发生这种代志是要安怎？阿秀，这个代志我来处理。白云，你放心对三毛，去梁元东好好照顾梁飞。贤夫心中代志交我。多谢谢伯。等刘云香治好起来，我们就马上回来。谭仁清，对，咱进来。好。好了，阿梁飞吼，就交阿英去照顾，咱先回来去。小戴，何必？什么代志？刘文耀，你看这张脸。这张脸不是一般人的张脸。啊，不过，严确定的是，这人一定是上海两会的凶手。这张脸是伫暴露山顶的时阵留来。是什么人想要害死龙儿？这人一定是上海两会的凶手，这张影是伫暴露山顶时留来。是啥物人想要害死龙儿？张奎大叔。张奎已经摕到青龙新装，伊嘛知影龙儿是混天林的后患，伊无可能害死龙儿啊。阿爹，是毋是宝儿？宝儿顶界拍伤阿兄。那不是东方玉阻止，伊是袂停止的。而且伊最近阁有遐舞蹈成功，罗山镇是毋是舞蹈成功内底学的呢？宝儿恨咱一家伙啊，朋友一直想要替伊树碑报仇，真有可能。毋是宝儿，留下这掌印的，是另有他人。教主，金门县的罗刹镇报了安怎？是报实啊，但是含你镇长的人，不是赵文亮，是赵良辉。什么？赵良辉含镇？那伊也安尼？啊，伊人安怎？赵文亮甲高斌因拢赶到，小学家发现，所以就先离开啊，唔知伊的状况。这么暗啊，您还过来这？梁飞出代志，有性命危险。梁飞出代志，有性命危险。师傅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伊拄才叫一个黑衣人，引入去罗山镇，三一点就死喺镇内。好佳哉，叫阮救出来。那恁伊即摆人有安怎无？我即摆来去找伊。免啦。已经叫贪心痴三毛带回去龙源洞疗伤，我这马来是要抓凶手。抓凶手？你坦白讲，是不是你布下罗刹阵？师父，你知影文坚未晓定法，
你哪会讲迄什么罗刹钉是我用的啊？我想我伫罗刹钉的五方位的土桥顶头，有看到你留落来自救江影。江影，什么江影？师傅，是不是你看唔到去啊？文杰，迄支铁手是我给你的，全天下无第二个人有迄支铁手。把你的铁手伸出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担当。文杰，我希望你能坦白承认。无唔对，是我做的。你谁人要安尼做？梁辉是你的好朋友，是你未婚妻阿兄，恁三个人是好朋友，你谁人要害伊？我唔是要害伊，我嘛无可能害伊。我要对付的人根本就唔是伊，是伊家己无使你走入去的。唔是伊，哪是谁？是赵世伯。赵君勇，你谁人要害伊？是张奎，伊用父母的性命威胁我，我逼不得已，我只好答应。想袂到，竟然去害赵良辉。张奎，什么人拢会当找？伊谁人要找你？敢讲你有什么张头叫地条的？这拢爱怪我家己。当初我为着要保护明圣公，所以甲伊交我条件，也毋过从此以后，伊就用这件代志来威胁我。伊叫我爱听伊的话，替伊做代志。我若是唔听，伊就将代志也出来。是只，伊阁要提防我的性命。师父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逼不得已的。为着要保护父母，我已经无其他的办法。明圣公果然是你台，不惊，我教你武功，给你这支铁手，是要让你去保护皇母。想不到，你竟然用伊来杀人！伊伤害我甲皇母，硬将阮两个拆分开。伊若是无死，我死来怨恨永远拢袂消。你心肝内这个充满仇恨，当然是要扛落来，到尾啊！你赶快来害你的孩子，文杰，是我教你武功，给你这支铁手，佮把你为死内面救倒转来。我是希望会当弥补你身体啊，佮心肝内的危害，嘛希望你会当甲父母无烦无恼，过着正常的日子。想袂到。你竟然做出这款的代志，你安尼敢对得起家己？敢对得起阮家的人？我实在对你太失望。早知影你安尼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救你。
听我解释。你还搁要讲啥？你拄才讲的遐尼清楚，我全部拢听到啊。老母，我是为着要保护你的安全，我是逼不得已。你莫搁解释啊！我甘愿死，我嘛袂接受你安尼做。原来自头到尾，你全部拢伫咧骗我。原来是高兵师傅解救你，根本就毋是啥物逃避大劫。你还阁有一支会当杀死人的铁手，高兵师傅解救你，伊教你武功。你即马煞颠倒要杀死阮阿爹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因为我伤过爱你，因为我唔甘阁失去你。你敢知影？我即马活伫这个世间，唯一的目的是啥？就是要甲你做伙一世啦。我无法度利用人来欺负你。我袂阁听你讲你爱我。你所讲的甲你所做的，只让我更加讨厌你。如果你真正爱我，你根本都袂安尼做。你现在要反背我，你现在要反背我，你现在要反背所有期待你的人，先做，先做，先做。你赶紧走，别再跑。我把酒抓过。一世人除非我死，这卡药款绝对袂离开我。也毋过今仔日，这卡药款伊代表反背，我若是搁挂伊，就表示反背阮阿爹，反背阮阿兄。就算讲你即马去了，父母嘛无可能原谅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家做家担当。既然你甲做唔到代志，你就爱甲大家认唔到。都是我，拢是为我，害父母伤心。搁差些嘛害死良夫！你怎么做啥？叔，你害我死！敢讲你死，父母甲所有人都拢原谅你死。我唔管伊是毋是会原谅我，我已经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！我是罪人，我除了伊死上罪，我已经无其他路头行。好。你敢要死哦？哪来师父我甲你做伙来死哦？师父做唔到代志的人是我，该死的人也是我，甲你无关系。谁甲跟我无关系？你是我救倒转来，啊！我无好好甲你教，让你变做一个歹人。今仔你若去死，大家啊，拢会怪我。因讲哦，你有今日下场哦，拢是回想我造成的啦。啊，回想我哦，是度化人心的出家人呢。我若是和人安尼讲哦，我甲介绍就死啊，我要自杀啦。也唔过，我即马除了死，到其他路通行。有啦，还佫有其他路通行啦。师父，我应该怎做？啊！你昨下不是讲哦，这所谓歹代志，我用财会大叔叫你做的。啊，那呢，你用电来见面对不？无唔对。啊，你是伫倒位见面？地下宫殿。地下宫殿。迄个所在，就是一部分殿殿的所在。好。啊，那咧，师傅哦，都有一个办法，会当让你将功赎罪，而且吼。买到我，我甲所有人拢原谅你。叔，是甚物办法？既然这个惭愧大叔啊，想要利用你来做歹代志，
哪里哦？咱得将计就计，反倒倒来利用伊。恁叔我这边哦，要这詹贵大叔献出冤情，而且哦，我要甲这白莲教一网打尽。但大夫将你善良的人，竟然因为求婚去受到张飞大叔的利用，做出这样的代志来。红梅，其实阿爹早就知影文景有武功，我一直咧怀疑伊是安怎被骂的。后来，伊提瓶有下黑母亲两下落树皮，我甲试探过了后，我就怀疑这件代志是甲白莲教有关。就要证明阿爹的怀疑是真的。阿爹，害你对不起你，想袂到我上信任的文君爷会陷害你，搁差一点仔害死阿爷，让你对不起你。红丽，红丽，你起来。人生本来就真脆弱，家己若是袂用坚定，就只用药七情六欲来弥补，还不如祈祷。文君，这么笨我，唔知影一时回头，结果害人无己，这拢是伊家己的错，与你无关。不是安尼，我甲文君遐到底怎尼啊久？我竟然不知影伊甲张奎大叔有来往，即马阿兄有性命危险，大叔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绝对袂当原谅我家己，我对不起阿爹甲阿兄。红梅，红梅，若是你无法甲，道理阮大家嘛无想着电台会做这种代志啊，所以千万唔通做这。而且即马梁飞已经有三毛救走啊，我相信三毛能力。一定有办法把梁飞医好诶，所以你别烦恼啊。阿秀姐，人生奈遮尔可怕，咱上亲的人，竟然变成伤害咱上亲的人，以后咱会当讲相信什么人呢？哎，不是人生，是秀恶。红梅。爹知影，你即摆生活难，一定真艰苦。不过，即摆文君已经不是之前你熟悉迄个文君啊，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勇敢挂下这段感情，你知无？我知影。既然文君是高明所求。要和高明去解决伊家己惹出来祸端，咱即马有搁较重要代志要做。文君的代志，和阿娘恶斗，展开在案，咱在明。伊随时会当予人致命一击，所以咱一定赶紧找到贤母、白虎，两支神将。杨将军，那呢，咱是不是要去帮忙啊？唔免啦。我知影贤母心中伫咧倒位。喂，臭头啊！啊，我也无惹雨伞来，你安尼喷，啊，怎讲哦？你要压花，你莫去二花园。哦，你讲刘贵，哦，你刘杀丁，来怎啊？讲要紧。你放心啦，迄刘贵哦，虽然有咧受着重伤。也唔讲哦，好佳哉，伊个好朋友谭青青三毛啊出现，佮加上我甲赵坤勇啊，自然啊，嘿会当救梁飞脱离危险。啊，像梁飞哦，叫迄三毛带去梁元东哦疗伤啊，
迄回事我相信哦，一定当逢凶化吉。哦，安好，我就放心啊。哎，嘛唔对呢，郭秘书，你讲电文机害梁辉，啊，要电文机，敢是洪武的未婚夫？伊啥物要害梁辉？迄文机哦，是叫人威胁的啦。迄威胁伊的迄人讲哦，伊会太洪武啊。啊，所以文君哦，唔则乖乖听迄个人的话，去做遐歹代志。不怪哦，林顶界看到电文君甲洪武调控以后，就感觉这个人哦怪怪呢，一日到晚哦，油头革命，拢无爱讲话，敢吼足一心思的呢。嗯。哦，啊，皇上英明哈，那回信我无讲哦，你都无感觉，我讲完尔，你就随发觉，真正是晓地晓干。对啦对啦，平时晓地晓干啊。啊！你神知神觉啦！啊，既然是安尼，你先来帮我较早做这些代志嘞，吼！啊，无啦，神知神觉是老骗阮，啊，回想我是不知不觉。啊，知影就好啦。陈文丽，你陈文基想哪要害梁伟？敢是因为躲避大劫救伊？啊，而且因为躲避大劫是歹人，伊就威胁陈文基安尼做。哪有啥物躲避大劫啊？可能我这个高兵代表名啦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迄电文件的功夫哦，是我教，伊去刺手哦，嘛是我给伊的啦。阿祖，有厉害无？有，真厉害。功夫你教的，刺手你给伊的。对。你臭和尚，你险要把两位害死呢？我咧讲我这欢迎秘书安尼足厉害就对啦。哎，这一切拢你引起的哦。我知啦，嘛你造成的哦。哎，是啊，安免怎？免怎哦？全部责任你来负起。我负全部责任。对。啊，咱感情才好，我敢会当负一半就好。你即摆是安怎？当作菜市仔买菜，通互你化价哦？无甲你头斩着，真头笑哦，你是？哎呦，臭头啊！啊，你嘛换一句啊较新的，即句已经无刺激啊啦。啊，你讲要几百摆，讲要甲我头剁起来，到尾啊，我头嘛写个好好伫遮。听到声啊，哟！哦，换一句新的啦。啊，即个要真，真正要甲你头剁起来做椅子，啊，你欢喜啊未？即句真正有较新的。你若真正要甲我头剁起来当做椅子哦，我就当夹你的尻川啊！你试看卖。我唔敢，我讲算笑的啦。啊，好啦。啊，既然哦，你甲我负全部的责任，啊，我就负全部的责任嘛，吼。免啦负。抓人。抓什么人？电文机。头头，你即马吼，就要专业直播吼，抢那电文机。啊，佮刷落去吼，咱就当。阿秀靠近红兄。雨欣。小红兄。师傅，你嘛伫遮？阿秀啊，什么代志？阿秀是来甲洪兄讲，有很不幸电话下落啊。哦，伫倒？秋风潭。秋风潭。阿爹，很不幸中都是咱伫遮哦。对啊。阿爹，我听福州经过遮的时阵。恨母心中就是那一只，是讲今妈妈不知摊底啥物位置啊？这水这么深，是要哪找嘞？看起来爱用呛水才有法度啊！阿爹，我晓呛水，我呛落去找看卖。兄弟，危险！阿爹，你看水面上有一道红光。是水面啊！阿爹，这个现在洗手敢那很不行中，也毋过佫敢那无啥成呢。伫个叶顶头有鼓佮蛇的雕像，也毋过伊个外形佮青龙行中完全无共款，伊敢真正是很不行中。英勇锐战很精忠，无毋对，伊一定是很不行中。也毋过，伊阁需要应用镭，才会当变回原形。
自己心中真有灵性，伊一定感应着什么，才会家己付出最命的。阿爹，你是笑啥？伊是感应着你来，才会家己付出最命的。红日，你是黑雾心中的火花。我。对。阿爹，既然咱已经摕到黑雾心中，咱也是赶紧回去啦。咱甲高炳师傅参详看卖，要安怎找应用类。黑母心中爱修我好，张奎若是知影，一定会想办法来找。我知影。滚娘兄，滚娘兄！哎呦，我的囡仔，啊，细弟啊，什么代志这么着急啦？哎呦，听到消息吼，当然着急啊，惊到惊死哦。红母嘞，红姨在房内啊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？我来听讲，洪武伊的未婚夫电文基竟然交给别人教，害这个梁辉心受重伤，啊，所以即马皇上全面咧责备伊。未婚夫电文基竟然交给别人教，害这个梁辉心受重伤，啊，所以即马皇上全面咧责备伊。啊，梁辉咧，啊，有要紧无？敢有性命危险？多谢细君仔的关心，梁辉是有重伤啦，也毋过加在有高人替疗伤，应该平安无事啦。啊，高人，啊是对一个高人。医术这悬，会当将梁辉救倒转来，啊！你们紧卡讲，我通来共答谢。哈，别麻烦了啦，因个高人哦，拢是梁辉好朋友，是讲因个个性拢足奇怪，想要抓伊来，想要去就去，爱找因哦是真困难。但梁辉好啊，伊自然就会转来。石坚，坐啦。安尼我都放心啦。王世伯，你来啊！哎呦，西北吼，真正足唔甘哩。啊，讲到吼，电文件啊，实在嘛真过分啦。啊，伊无顾讲梁辉是你的阿兄，竟然设定安尼陷害，哦，实在嘛真无天良哦。啊，你是伊的未婚妻呢，以后伊敢讲想要娶你心？王西北，你敢明个，莫阁讲起伊啊。我甲电文基即摆已经无任何关系啊！歹势歹势，洪母，西北吼，煞袂记诶顾虑着你诶心情，安尼哦，以后西北伫你面前，拢莫阁提起电文基即个人啊！哦，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，伊就必须要承担后果。为伊做诶代志付出代价，自此以后，阮两个一刀两断，永远无任何关系。想袂到，阮家会畏罪检讨，像即款假做毋假当、求头求尾诶人，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。哎呀，好佳哉哦！这吼，这父母吼，也未甲伊相亲啦，嘿，啊，若无真正天都乌一边啊，嘿，这是叫做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哦。
田文基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我就等着你来投靠我。你无看大家咱遮无用许啦，无用啥？我是在替主人烦恼呢。烦恼烦恼，那烦恼的话吼，赶紧哦，去卡遐出来啦。哦，嘿哦，紧啦。哦，你是气到要死呢。哎，七毛嘞，为什么咱一倒来乌木谷就无看到伊啦？哦，是因为咱对只吼，沿路吼对湖州吼，看到个这林元东哦，伫这半路当中哦，拢是七毛来运功献气啦，帮这个梁辉主人吼。好主心血啦，啊，前期用了过头去啊，伊人也忝啊啦。啊，我们这样吼，叫你去内底吼先休困啦。好。哎哎，来来，进啦进啦，我主人进来，主人进来，来。这是啥？哦，这哦，这就是为阮龙源大的龙脉滴落来泉水，叫做龙脉王大。伊哦有清凉解毒，调养体内精气，治疗内伤的功效啦。所以龙兄，若把这山水啉过，是不是就会好啊？无咯，啊，佮加上我两个安尼运功献气，将伊体内这阴气哦疏通啦，安尼才会当脱离吼险境啦。哎，莫遮啰嗦，浪费时间啦。你有做啉过，阮替伊献功运气啦。对对，紧。哎对来，当叫主人你哦，迄袂要紧啦。对啊，对。哎，主人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呢，一点仔甜算啥对无？对对对对。多谢恁两人出手相救，也若无，龙辉这条性命，恐怕都保袂住。哎，龙辉主人，救你吼，本来就是阮的责任嘛。啊，你讲这吼，想要见我去啊？搁再讲。啊！我若无把你救起来吼，这将来百年之后吼，我是要用啥物面哦去见你师父啦？就是安尼，当初是你的师父白天来教你修好，叫阮伫遮等你，所以免讲底说多谢啦，吼。我这里，你看，拢完全好起来啊！对喂，嘿嘿。对啦，哎，恁两人，你我较了解三界多，梁辉有一个问题，想要请教两位。尊啊，你若要问啥物代志哦，尊你问别紧。两位应该知影，天条归家，若经过混天庭了后，就会变作完全无受天条戒律限制的断灭归家，对不？啊，不过顶一届我去寒冰地的时阵，并无将三界都的火蛇去除，所以照道理来讲，三界都应该是失去效力啊。那安尼，经过混天庭。变作断命鬼教，啊！不过无三界都断命鬼教，敢会当一平天道独善？啊，是因为真鬼大师伊知影其他的方法，会当让三界都恢复伊功力。无可能咧，染着血的三界都吼，都已经染着邪气啊啦。就算讲伊袂当安尼吼，使用这个天条鬼教，啊，不过也会当使用哦，搁较消的断命鬼教，你讲对无？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吼。这两回三界刀，那是伫七七四十九天以来，无甲迄个顶头火也去除，迄个永远无法度去除啊！那呢，是毋是有方法会当让三界刀对断命鬼教失去作用？那要让三界刀无法度对断命鬼教吼起作用吼，这方法当然嘛是有啊。喂喂喂喂喂！你去哪？你来哟！我你安尼，我无法度穿开，你知影？穿什么开？是袂记哩，这个方法袂用讲，伊若听对伊足无好诶，对咱两个嘛无好，你袂记哩？
对，好啦，安尼我卖讲，安尼唔得好。杜娇，你明明讲有方法嘞，请你甲讲，迄方法到底是啥物啊？我哪有方法？我从来都唔知讲有啥物方法啦。阿哥，你拄仔唔是有讲？我杜娇哪有讲？迄是你听唔到伊啊？啊，对啦。哎，梁辉杜啦，恁讲呢？恁听唔到伊，到底是恁听唔到伊啊？嘿，对。两位前辈，要破混天阵，就一定爱让伊升圣阵。啊，不过混天阵一升阵，天条鬼教就变作断命鬼教，白莲教就想要用断命鬼教来颠覆大明朝，到时一定危害着天下苍生的。请两位将三界刀甲断命鬼教失去效果的方法，讲两位知影，让两位会当帮助天下苍生躲过这个劫难。这是天机呢，你嘛知影天机不可留下啦，而且吼，你若知影，对你就无好个啊。